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师父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讲解这个俱舍论。那么俱舍论呢，它的全称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这是全称。那么简称俱舍论。那阿毗达摩这个阿毗呢，它的汉译叫对，那么达摩呢，汉译叫法。俱舍呢，它的汉译就藏，所以啊，翻成我们汉语的就是对法藏论，对法藏论。那么论呢，就是这个三藏的这个经律论的这个论，经是指佛所说的法叫经，那么律呢，就是佛所定的戒律叫律，那么论呢，就是菩萨或者是祖师大德针对佛所说的经的一个解释叫论，经律论叫三藏。那么阿毗达摩是指这个论论藏。那么对法呢，它是无漏慧的这个译名，无漏慧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对法。那么对呢，它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象，一个是对观。那么对象呢，就是指这一个俱舍论呢，它对象这个涅槃，它所讲解的呢，就是教导这个行者，教导我们能够趋向于这个涅槃解脱极尽的这个解脱。所以这个论的意思呢，是对象涅槃。那么能对象涅槃的就是这个教法，那么唯教法所对象的就是涅槃。就像说我就是教法，那么我就对象的这个摄影机，那么摄影机呢就是唯我所对象的，就是能对跟所对，就是这个意思的对象。那么第二个意思叫对观，对观就是这个论的主旨，在对观这个四圣谛义，四圣谛义苦集灭道四圣谛，能观的是这个四圣谛的智慧，唯智慧所观的是这个四圣谛法，所以对观是曰能观所观这个意思。那么以对象来说呢，就是本论的旨趣才求证极尽的涅槃。那么对观而说呢，这个俱舍论的目的是在开发这个无漏的真智，开发无漏的智慧了，对象是这个涅槃解脱。那么它的目的是要开发智慧，然后因为唯有这个智慧呢，才能呢趋向于解脱了。那么众生呢，就是因为这个无明愚痴啊，无明愚痴呢，就会这个造业，造这个三恶业，而这个趋向于这个三恶果，三恶土的这个果报。那么这个趋向于智慧呢，就在于说我们要借由种种这个佛所开示的教法去实修，开示实修，然后呢，针对我们的这个贪、嗔、痴三毒啊，贪婪，就是众生就是因为一念无明的这个贪婪，就这个投胎啊，那就会有这个身体啊，那就会有这个果报。所以这个一念的无明，它就是一个贪婪哦。那因为贪婪呢，这个就会怎么样？得到了就欢喜，不要得到的嗔怒，就随着这个外境啊，就会起伏啊。那么这个因为为什么会随着这个外境的这个喜好而产生快乐，那随着我们不喜好而产生嗔怒，都是因为愚痴，因为愚痴哦。所以这个贪嗔痴呢，就是让我们呢趋向于这个三恶道的这个主要
的原因呢、啊？那借由这个佛陀开示的教法来对治贪嗔痴这个无明，那么就能够趋向于这个涅槃寂静解脱啊！吼，那么这中间就是要开发这个智慧，那么有智慧呢，就能够这个一灯能破千年暗啊！就有智慧光明，就能够破除这个贪嗔痴的无明黑暗哦。那这是我们佛陀的教法哦，所以我们种种的这个佛陀的教法哦，三藏十二部也好哦，八万四千个法门，无非都是对治的这个我们这个贪嗔痴。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都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的我们的身口意，是否因为外境的这个外境而使我们产生这个贪婪，或者呢这个嗔怒，或者愚痴？这是必须要靠每一个人行者他的一个很敏锐的一个觉明、觉观跟觉察，然后，那么唯有在这个回光返照的这个觉察当中呢，这个去觉察到我们是否内心有因为外境的种种境界而起贪婪嗔怒跟愚痴哦，所以主的说不怕念起啦，只怕觉起哦，觉起就一念起的时候，我们有马上觉观觉照，那么就当下就能够处理，就怕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敏锐的回光返照的一个觉察觉照，那么就随着我们的起心动念念念相续，那自然而然就会这个起这个无明啊，起这个愚痴啊，因为没有觉察到嘛，没有觉察到，当然就在所谓的当事者迷呀、啊，旁观者清呐、啊，哦，当事者没有觉察到，哦，那当然就是当事者迷呀、啊，那迷就是愚痴嘛，就是愚痴。那有觉察，就有这个看得到了，就表示我们是有智慧的，才能看得到。如果没有智慧的光明，那当然就没办法觉察，没办法看到哦。所以智慧是让我们去向于涅槃解脱的一个这个传法，然后所谓的传法。所以八万四千个法门呢，他们都无非呢，都是对治我们的这个贪嗔痴。那这个贪嗔痴源自于就是一个有，这个有我哦，就是众生呢迷在这个有这个我。凡事都以我为出发点啊，哦，那自然就会有这个贪嗔痴啊。所以这个贪婪嗔怒跟愚痴，其实它跟这个有这个我，有这个我，它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息息相关的。那么修行呢，就是在于对治这个我，然后趋向于无我，哦，趋向于无我。所以在我们行这个六度万恨呐、啊，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呐、啊，哦，在这个精进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呢，都是要以趋向于修这个无我，哦，趋向于修这个无我的，那么才能开发这个智慧。如果在六度万恨当中呢，是以这个有我、有我的这个心呐、啊，我在行善，我在布施，我在精进用功，我在禅定。我在持戒，那别人都没有在持戒，都是这个懈怠鬼，都是以有我这样的一个态度在修的话，那么只是助长，然后助长这个我执我慢，我执我慢，更加呢增长我们的我执我慢。那么再怎么精进用功的这个行，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最高最高啊。的这个果报，也无非是达到这个天呐、啊，达到这个天，因为你是以有我之心在行这些精进持戒、布施持戒、精进禅定跟忍辱，那么最高也只达到这个人天的果报啊。唯有去除这个我执我慢，才能超度三界，
哦，趋向于这个罗汉，超出三界，趋向于罗汉，哦，然后再更这个发菩提心呐、啊，这个利益众生呐、啊，以大悲心为上首的话，那就趋向于这个菩萨，所以这个都是这个修开发这个智慧，那么去除我执我慢哦，所以真智呢。是求涅槃的指针、啊、那么涅槃呢是智慧进去的一个标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趋向于涅槃、哦、那如何趋向于涅槃，就是要能够开发智慧，那如何能够开发智慧呢，就是要修无我、嗯、唯有修无我才能开发智慧，那么有智慧才能趋向于这个涅槃寂静解脱哦、所以有的这个我们学佛者啊、哦、他这个核心观念啊他没有清楚、哦、他不晓得说这个三藏十二部都是缘起法、哦、都是不离缘起、哦、那么缘起呢就是无我、哦、所以八万四千个法门都是对趋向于让我们修无我，去我执我慢的、哦、那么所以在这个六度万恨当中呢，我们都是要趋向于无我，是无我之心啊，这个行这个六度万恨啊，那么呢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在金刚经里面这个二十三分里面就有提到，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就一切忏法就行六度万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所以我们清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修行学佛过程当中啊就很清楚啊，那有的人信徒他不懂得清楚这个观念啊，他纵然很护持三宝，那么很精进的在用功，但是他并不晓得这些用功精进都趋向于无我的话，去除我执我慢我相的话，有时候呢其实在不知不觉的精进用功当中呢，就跟我这个我执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增长的时候，他不自觉哦，这个沈南大师的这个开示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修行人啊这个越是精进啊，有时候呢这个我执我慢啊就会伴随而至啊、哦、唯有很敏锐的觉察才能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啊，所以越是精进用功啊，这个回光返照的觉察力啊越是要敏锐啊，越是要细心啊，如果越是精进用功，你的回光返照的觉察的这个觉察力啊没有跟随的敏锐的话，有时候啊这个越是精进用功伴随而来的反而也是越是增长傲慢啊、哦、这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过来人他的一个经验之谈、啊哦、经验之谈，所以沈南大师告诉我们、哦、越是精进用功的人有时候我执我相我慢越是伴随而至，那么这时候呢行者啊你就是越要有很敏锐很细心的这个回观反照的觉察，你才能觉察到这一个地方啊，不然的话有时候呢越是用功修行的人或者是学佛越久的人反而不知不觉的越是倚老卖老倚老卖老、哦、所以在这个佛门当中啊他也有一句话，他说这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啊这个价值大、哦、这个怠慢不得啊、哦、那么修禅的禅和子啊脾气大碰不得啊、哦、就是指啊这个用功修行的时候啊这个伴随而来的就是我执我相我慢
所以这个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很清楚啊，很清楚我们修是要在修什么，修于无我，去我执我相，那么才能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不会升起我慢，不然的话，有时候越是精进用功，越是学佛越久啊，反而呢，就是越倚老卖老啊，越是倚老卖老。那这是在我们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所以没有指针的盲目乱行啊，不能直达涅槃，反而呢是增长我慢，增长我执我相。那么其实越修越怎么样，越是趋向阿修罗啊，这个怠慢不得啊，价值大嘛，怠慢不得。那么这个禅乐子呢，这个脾气大，碰不得，一反而呢，修着修着就不知不觉，但是修到阿修罗去了，脾气特别大，那没有标的，而一味依着指针所指的道路前进啊，那么也是不能到达涅槃寂静的，因为你方向错误了嘛，要到这个北部的，结果你往南走了，那当然没办法到达北部啊，因为你方向错误了嘛，那修行的方向就趋向于这个无我嘛，趋向于无我，那你结果有不晓得这个道理的话，就趋向于怎么样有我，那趋向于有我，当然就是这个修着修着这个阿修罗啊，脾气越来越大，也是倚老卖老啊，那如果知道是修向于无我的话，那是越修呢越慈眉善目啊，菩萨面相啊，无我嘛，所以这越是这个归向于这个慈悲喜舍啊，越是菩萨相貌，所以这个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啊，这一念的这个没有觉察，没有清楚知道说我们是要修着无我，去除我执我相我慢，那么呢，一个是往天堂啊，往解脱啊，一个是往这个地狱啊，往修罗轮回去啊，所以这个俱舍论里面他就这讲的就是指，无非呢是告诉我们行者呢趋向于解脱了，趋向于解脱，所以叫真智，智慧是这个涅槃的指针，那么涅槃是智慧趋近进去的标的，就目标，目标是得解脱，那怎么样解脱，就成这个智慧床，到达灯彼岸，所以没有指针而盲目修行呢，盲修瞎练啊，怎么到达涅槃城呢？那么没有标的，没有一个目标，一味的这个依着指针所指的道路啊，因为你的方向错误啊，你也没办法到达这个最终目标归宿点啊，那么这个法，法它也有两个意思，一个圣意法跟法相法，圣意法就是涅槃，涅槃，那么法相法就是熟地的这个是圣地，苦集灭道，圣意法就是涅槃，涅槃善禅呢非断灭空啊，故名为圣啊，那么涅槃有实体故说明为义啊，圣复兼义啊，故说圣义，这是圣义法，这是涅槃，因为涅槃极尽啊，如人饮水啊，为正相应啊，冷暖自知啊，你得要去这个取证，他没办法这个用语言来表述啊，但是也是不得不表述啊，不然众生没办法了解啊，那么这不得不表述的就是有圣意，圣意，那么这个法相法就是熟地的这个苦集灭道是圣地，它是相对于涅槃本境的圣意啊，目名熟地啊，那么是圣地一蕴处界无蕴，十二处十八界一切诸法之性相来施舍，不
不离蕴处界说法，故名法相法。哦，就是一切啊，都是还是要这个以熟地呢为基础啦，哦，以熟地为基础。那么就是古德有说啦，哦，宁可执有呢，不可着空啊。那么执有，哦，就是行六度万行，执有有这个果报，哦，有这个功德。那么呢，这个一般人呢，他执着这个有果报、有功德，他会很努力的去做。哦，虽然这是熟地法，哦，一种鼓励，一种鼓励，哦，但是呢，因为有这个鼓励，他就会很努力、很积极的去这个行善，哦，去修行。但是如果执着的这个空的话，执着这个圣义法的时候，有时候他反而呢，就会呢认为一切具足了，不需要修，那么他就不会很积极的去这个做这些行善啊、六度万恨啊，因为认为能一切本具具足的嘛，何必要修呢？但是他不晓得说，这个本具具足就像这个金矿，它还有杂质啊。你必须要经过修炼的，必须要经过提炼的，哦，把这个金呢，把它呢跟这个杂质呢分开来，分开来，哦，如果没有跟经过这个提炼修炼，这个金还是跟这个杂质混在一块啊。虽然本质具有，但是还有这个杂质在啊，嗯，所以需要经过提炼啊，经过修炼啊。那一般人有时候他只这个听闻其意啊，就执着在这个理上面啊，他就忽略到这个事修事行，哦，偏执于一个这个道理上面啊，哦，所以就会导致他呢就不会很积极努力的去修行啊、提炼啊，哦，所以还是要从这个熟地呢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去修，那么修得圆满呢，有朝一日因缘具足啊，性德显。那么性德显啊，他一直到说我们修行啊，修着修着啊，都是要去向于无我的话，等到有一天他领悟了，那么他过去所作所为啊，就翻转了，啊，就打破了。打破了这个熟地啊，趋向于真地啊，哦，那么他过去所作所为，就是他的圣智量啊，哦，修得圆满啊，性德显啊。那如果执着在这个真地里面，一切具足啊，他不努力去修行的话，哦，永而偏执于一方啊，偏执于空啊，偏执于圣意的时候啊。有时候他不肯积极的努力去修行的话，那么呢，都是空谈了，执着在这个理，而不重事行事修的话，那么一切都是空谈了，哦，所以古德才会说，宁可执有，不可这个落于空啊，哦，执有，那么呢，还会全就很积极的去行善，那偏于空的话。有时候呢，了解不够透彻，啊，我去反而就是二取空，反而都二取空啊，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啊，然后了解，所以这个法有圣义法、法相法哦，圣义法就是涅槃哦，那么法相法就是这个熟地的是圣地哦，那么行者依无漏尽慧为因呐，啊，哦。能对向涅槃圣义果法，故名为对法，哦，或者是说是依无漏的尽慧为因，能对观世圣地法，故名对法，哦，这样。那么藏呢，它也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包含含藏，包含，一个是依止，哦，这两个意思。那么依止的意思是说，本论根据其他经论的思想和理论创作而成的哦。
他也有所本的啦，哦，就是这个世亲菩萨这个依起这这其他哦，依着这个大比波沙论跟其他哦杂心论也好，哦阿毗达摩心论也好，种种的这个小乘有部的种种祖师大德所写的这些论，这个世亲菩萨把它集大成，所以它还是有所依止。那么包含呢，就是说本论可以含摄其他经论的要义，经过他的一个领悟啊，他把它集大成啊，集大成哦，所以他是都能够含摄这个其他论的这个要义啊，都在这个俱舍论里面呢，都含摄过来哦。所以论在佛教呢，是以经跟律来并称的哦。那它跟一般的论义不一样，一般的论义呢，就纯粹以我认为我的看法，我想哦，都是依这个我来表述这个论义。那么这个论义是否正确，或者这个论义是否这个高超，这个论义是否呢能够有这个就近这个一般的论义呢？他是不会去这个重视这一点哦。但是佛教的论点呢，它就不一样了哦，它是趋向于让人家解脱的，开发人众生的智慧的，所以它就是不可含糊啊，哦，不可轻率啊，是要负责任的哦。所以佛教的论点，它有中经、释经这两种哦。所以造论呢，是要在不违越佛所说的修多罗经典，哦，来表述的，而不能以私见，哦，而不能以自己的一丝的这个意识见解来表述的，哦，所以才面才说修行要趋向于是无我的，哦，无我的，哦，不能以自己以有我之心呢来呢表述我们的看法，哦，由我之心来表述我们的看法，毕竟还是在三界内，哦，那既然是在三界内，它还是有所局限的，它没办法超越，哦，没办法这个超越这个三界以外的，哦，因为毕竟它还是有我执我相，哦，那唯有这个破除我执我相，那么呢才能超出三界，才能这广大如虚空啊，哦，广大如虚空。所以这个论呢，它是在不违越佛所说的修多罗经典要义来表述的，哦，不离缘起法，哦，不离呢四圣谛法，哦，不离呢这个无我之心来表述，那么才是这个佛教的这个论仗，要使后进的学者获得正见、正确的知见，哦，开发这个真智、真正的智慧，使未来的佛子能够朝向于涅槃解脱。那么，这是论的这个创作的用意，哦，创作的用意都是要这个获取正知正见，开发真正的智慧，朝向涅槃极尽的解脱，哦，那么综合的解释，啊哦，就是说阿毗达摩四个字呢，就是合意做做对法，它有广略两个意思。那么就广的意思来讲，说三藏三藏中的论藏总称，啊哦，人总摄一切论藏，这是广义的，哦，是属于论藏。那么略意呢，就狭略的意呢，就是指这个阿毗达摩毗昙，就是指彼昙哦，彼昙能穷究一一法的根源哦，说对法是三藏中的一藏，是以无漏慧为体性的，哦，这是后人的解释哦。那么考这个《阿含经》中所说阿毗达摩的用意，是称这个美法，称美哦，这是赞美哦，赞美法义的深玄，然后深奥玄妙。跟这个广大无比哦，这才是真正这个阿毗达摩他的一个
真正的意识，所以属人根据这个意识就有所谓的真上意来解释这个阿毗达摩，或以这个赞叹意，哦，这个称美的赞叹意，超越，哦，广大无比来解释这个阿毗，哦，有说阿毗的这个毗字有明了分别的意思，然后像这个申论者说，这个毗字呢，觉者，哦，就觉者就明了分别辨别，就是觉者。明了分别有直接亲切意，说直下领会或洞然明白，那这是智慧嘛，你有智慧你才能直下领会啊，你才能洞然明白啊，所以论就是辨别，你有智慧才能辨别啊，就没有智慧就含混模糊，那怎么辨别？含混模糊怎么洞然明白？我怎么领会呢？我这笔呢，它就有这个明了，明了就明白，我领会；别呢，就是这个辨别、抉择，所以又称为对法、造法或现法哦。明了分别有明晰条理的意思，所以这文理密察哦，文理呢很细密，很细密，能够让人觉察。文理密察，所以又解释为分别法、抉择法，虽有各种的说法差别，然后种种的差别，但是就其这个要义啊，不外是圣义法跟法相法。圣义法就是出世的涅槃法，法相法就是世间的世俗法。佛陀的一代实教啊，也不外说这两种法，世俗法跟这个圣义法，就趋向涅槃。所以这个中论颂里面就说，如来以二谛为众生说法，这个众生呢，就说比方说我们说布施啊，布施他的一个圣义是这个破除我们的悭贪啊，破除我们的悭贪，因为众生就是一念无明啊，一念的一个无明贪婪，然后看到父母，那么就起的这个贪爱之心呐，啊，所以就堕入入胎嘛，就有这个有就有生老病死这个蛇因缘，那么所以这个佛说六度万恩，就第一就是布施嘛，就是去除我们的这个悭贪，他的一个圣义法，就是去除我们的悭贪。但是这样去跟众生讲呢，有时候众生呢，他呢不会好药，不会好药，因为你叫他说辛辛苦苦赚的钱拿出来布施，对有些人而言，对有些人而言，他就如同这个《药师经》里面所说的，如同割肉一般呐，很难割舍，很难割舍。纵然割舍，他也会舍不得，舍不得，或者呢就会打折扣，原本要布施呢1000块，舍不得，打整个折扣，出500就好，有的甚至呢，那么就出100就好，有布施就好，就会打折扣，那么这个我们呢，这个要鼓励人家这个布施啊，你跟他说这个。圣义法哦，布施是要去除悭贪呢，它很难。那我们怎么样上？就要这个用世俗法哦，世俗法哦，就跟他说，那布施呢可以得到福报，有功德。那个众生呢是俗人嘛，总是都是有个对价哦。我出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众生就是这样嘛，都是有个对价法。这是一般众生的这个心态嘛，那你一下子跟他说圣义法，说布施可以去除悭贪，那么我们是一念无明来投胎的，对他听不懂啊，他没办法生起好药啊，所以你就顺着他的这个世俗人的这个心来，就是对价，我出这个钱呢。就有这个功德，就有这个福报，
可以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这个子女有好处，有这个对价，哎，他就会耗药，他就会耗药，真的出的这个钱可以对我的这个父母或子女有好处，哎，他就再多他都愿意出嘛，哦，就是众生的一个对价法，哦，但是等到他呢出了之后，甚至呢这个月我们跟他鼓励他每个月，甚至呢就给他鼓励进一步说，那你每个月就固定哎再出100块来做功德，哎，有这个对价法产生的耗药，那他每个月他就会固定出100块出来啊，哦，虽然不多，但是每个月都出，哎，也是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呐，啊，哦，那一年下来也有1200块呀，哦，那如果一年、两年、三年累积下来，也是一笔数目啊，哦，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啊，哦，就是要懂得众生的这个心态呀，啊，我们也不能用说就是都是讲的那么样的一个高尚，都是讲生意法，众生他要的是对价，你跟他讲生意法，他听不懂，不起好药之心，那就没办法引他入门嘛，哦，所以呢就要方便，哦，方便就是用世俗法呢去鼓励他，有这个对价，你出钱就有这个功德，就有这个福报，可以给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子女，哎，有这个对价的时候，他就愿意布施，啊，愿意布施又给他鼓励啊，养成习惯，每个月都出一点，每个月都出一点，养成的习惯，哎，也是一笔数目。等到他入门了之后呢，哎，我们再就进一步这个观机斗教，应机说法，慢慢引导他呢，在这个布施过程当中呢，哎，怎么样才能是最大的福报呢？是不求福报，不求福馈，才是最大的福报。哎，就把他的这个狭隘的罪驾这样的观念呢，把他打破了，他就海阔天空，心胸宽广。那么这是去就会慢慢再跟他讲这个生意法，哎，他就能够理解了，他这个能够懂的，能够领悟了。就是修得圆满性德贤嘛，哦，一下子呢，你真的跟说的那么生意法那么高尚啊，那么他听不懂，但是我们以方便世俗法跟他鼓励，跟他劝勉，那么呢，修着修着，哎，他走进来了，他进一步对佛法了解了，那因缘时节到了，一点就通，一点就领悟。就趋向于胜利法，哦，这是这个，我们呢，这个不管是弘扬佛法也好，或是度众生也好，都是需要这个方便，哦，方便就用世俗法，然后再就是这个真上讲到这个胜利法，哦，就不离这个世俗地跟这个胜利地，哦，这两种。那这是我们这个弘扬佛法的一个方的一个手段，啊，就是手段，啊，只是说我们这个方便，啊，方便，啊，不能出下流，我们不能为了方便反而呢把这么佛法的高尚的佛法把它给讲的呢就这个变成下流，那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真正的用意啊，就可惜了，就变成可惜了，哦，所以这些这个阐述，哎，这个真实义谛啊，是我们在行世俗法的时候啊，不能呢偏废的，哦，不能偏废的，但是都是要怎么样这个观机斗教了，哦，应机于要，哦，这是这个俱舍论，哦，俱舍论，那么它的一个综合通别呢，就是抉择圣意的无漏跟法相的有漏两大类法，所以称为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跟这个论啊，它是这个论体的通名，哦，就是不管是六祖论或是发次论，这些也都是属于阿毗达摩，哦，都是属于阿毗达摩。
的论哦，但是呢，这个俱舍这两个字就是别称，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就只有本论才能称为俱舍，叫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哦。那么简称呢，就是俱舍论哦，这个通跟别哈。那么俱舍论的这个结构啊，它跟这个杂阿毗昙心论一样哈，因为它也都是采取这些阿毗达摩论点的要义而来集大成的啦哈，所以它的基本结构它跟这个杂阿毗昙心论是一样的，贯穿说一切有部学说，以四圣谛为纲的这个传统精神哈，但是呢，它又这个对杂阿毗昙心论加以改造了哈，毕竟它也是这个博取其他这个阿毗达摩其他的这个论点的这个要义结集而成的，所以它也是有对这个杂阿毗昙心论加以改造。那么杂阿毗昙心论呢有600颂，那么俱舍论也有600颂，但是并不是完全的一个吻合，然后而是有所增删合并，并且重新组织，仅是颂文连篇章段落都有重新做整理，然后因此呢，该论之讲是地，然后别具特点，别具特点，它是集大成的，然后不是说专独对杂阿毗昙心论做一个阐释而已，它是总集其他阿毗达摩论的一个总集。那么含跟这个杂阿毗昙心论的11品结构不同，本颂分为8品，那么世亲做了注解的时候呢，就加了这个破执我这一品，所以就变成9品，它就变成9品。那么俱舍论呢，全品的这个9品结构体现了佛教诸法无我的根本主张，诸法无我，所以我们修行呢都是要修这个无我的，修无我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知道的，不然的话就如前面所说的，有的时候修着修着，其实它是越是精进啊，越是用功啊，这个我执我慢啊越是伴随而至啊，越是伴随而至啊，就必须要行者呢要很敏锐的觉察，你才能在这个精进用功的过程当中呢，就去除这个我相，去除这个我慢哦。所以说用世俗儒家所说的就是谦虚哦，谦君子啊，卑以自牧，谦卑虚怀若谷，那么呢自然而然就能够趋向于无我。那如果我们凡事呢都骄慢骄矜呢，那么呢自然而然呢这个我执增长啊，我慢坚固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哦，这个一切三藏十二部啊，这个不离缘起法哦，那么84000个法门呢都是在对治我执我相我慢哦，所以这个佛教诸法无我的根本主张哦。那总结性的把构成宇宙万法的基本要素归纳为5位哦，这5位就也称为5事啦哦，75法。所谓的5位5事，这个5位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这2大类。那么有为法里面呢，又有设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法，这4样是有为法。那再加这个无为法，就合成就5个哦，就5位哦，又成5事。那么这总共就有75个这个项目哦，就是这个有为法里面就有4样设法，设法就有11样，那么心法1样。那心所法有46样，不相应法14样，再加这无为法有3样，那么叫做5位，那么总共就有75这个项目哦，小项目。
内容与八品此句进行抉择，主要讲述一切万法之总相、别相、性质、类别，对事出世间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呀、啊，辨别嘛，哦，辨别嘛，所以这是很细致入微的分析，详细阐明流转与还灭哦，就十二因缘法的流转跟还灭的因果法则呢，真实开显四谛真理，为所有需求解脱的修行人指明一条修行的途径。那么本论已全面归摄对法七论的精华，所以认我们这个认真研究这个俱舍论啊，懂得这个俱舍论的道理，就等于学习了对法七论啊，因为它是世亲呢总集这个小圣的一个结集的一个大成，然后结集的一个大成，所以才会对这个不管是印度也好，或者中国哈，在这个唯识中兴盛的时候，对这个俱舍论会那么样一个重视的一个原因，然后若能学好对法七论，亦可深入三藏，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对以后传承一切有部学说的人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个论中分析的这个五位七十五法，成了佛教教义的一个基础，具有小乘佛学概论跟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的哦。所以后来凡学习小乘俱舍之学者，无不以此五位七十五法作为入门的纲要哦。但是在这个世亲菩萨改学这个大乘法之后，他又针对无着的这个大乘阿毗达摩集论，把这个五位七十五法扩充为五位白法，形成了大乘白法明门论，大乘白法明门论就把它扩充了，扩充了，形成了这个大乘白法明门论。所以俱舍论呢，设一切法为七十五法，但此诸法呢，并非个别的独立存在，它都有这个相互关联的关系，然后所以是这也是因缘论，我们十二因缘嘛，哦，凡是世间这些法呢，它都是有因缘的，因缘论，哦，相互关联的因与缘结合即成为这个果，通称为这个四缘、六因、五果。那四缘是哪四缘呢？就是这个缘起是佛教的这个思想的核心呐、啊。我们说这个三藏十二部、啊、不离缘起法，缘起啊，因为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呐、啊，因缘还灭而灭哦，所以它是这个无我的，它是无我无常的哦，所以才说这个八万四千个法门呐、啊，都是对治这个修无我哦，都是修无我。这是佛教思想的核心。那么这个缘起佛法有所谓的四缘，就把一切现象事件发生归纳这四种条件才得以升起。那么除了这四缘之外，没有所谓的第五缘，这个中论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更无第五缘。哪四缘呢？就是因缘，第一个就是因缘，说在有为法中呢，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称为因缘。所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绝不会种瓜呢就产生豆，也不会说是种豆就产生瓜，这叫因缘性，什么样的因缘得的什么样的果，叫因缘性。那我们用的实际例子就是说，这个杯子啊掉到地上打破，它也必须要具备了四个条件才能打破。这个杯子啊，这个没有拿好，哦，那么呢，从手中滑出了，哦，那么这是这因缘法，因为是这个，这杯子本身它会破，就叫内因，那我们没有拿好，就叫外因，哦，那如果是这个杯子
是用铁制的，那就不会破啊，哦，那内因不会破啊，因为它是铁制的，哦，那因为杯子的内因是会破的，当然我们没有拿好，掉到地上，它就会破。哦，如果是杯子的内因是属于这个铁制的，掉到地上它也不会破，所以都是要有这个因缘，哦，都要因缘，就内因。还有外因种种因素的配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休息15分钟，下节课再继续跟大家解释这个四缘。
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四缘的第二吼，是所缘缘吼。这所缘缘是指与心心所法相应的法吼。就比如说这个眼识，跟眼识诸法以外界设法为所缘。比方说我们这个耳识，就以声音为所缘。那么鼻识是以这个香味为所缘吼。就构成八界之间六识六根六尘的关系是属于所缘缘。那如前面所说，这个杯子是玻璃所做的，那玻璃它是很比较容易脆的，比较容易破的，这样是它的内因。那如果是铁做的就不容易破，它的内因不容易破。那么这个手没拿好，所以这个是外因哦。那么会破的，是因为这个杯子掉到这个地板哦，那地板是硬的，所以会破嘛。这它是所缘缘，这地板是硬的。那如果它的所缘缘的这个地板呢，它有铺了这个软垫，那杯子掉下去，它也不见得会破啊。所以这个所缘缘呢，它的这个地板是因为是硬的，所以再加上这个玻璃容它的内因容易破，那么这所缘缘结合呢，它就会破了哦。那么次第缘呢，也叫做无间断缘，或者我们说的这个等无间缘，就次第缘。是指这个心心所之相续，刹那变化，前念已灭，后念又生了，相续无间断，次第生成，称为次第缘。那么除了这个阿罗汉在入涅槃前的最后一念能断除之外，一切众生都不会断绝心念的相续，所以是称为无间断缘等无间缘呐吼，这必须要这个很微细的觉察，尤其是在这个禅坐的时候啊，就比较容易觉察到吼，就我们的念头就念念相续啊，念念相续，就想一件事情啊，这个前念刚想完，后念又跟着一直想下去，哦，这是所缘，这个叫做次第缘。无间断缘过等无间缘，那唯有在这个禅修的这个内观觉察，才能注意到觉察到这一点吼，觉察到这一点，这个很微细的这个内在的一个觉察吼，就像这个杯子啊，哦，这个掉下去的时候，没有任何阻碍物过屏障，就没有人把它及时接住。以致这个杯子啊，它直接撞到了这个地板，那么就叫做次第缘，就是次第缘。那如果是中间有人及时把它接住，那么这个次第缘就这个有人接住了，那当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地板上了，就不会破。所以这个叫次第缘。等无间缘，然后或无间断缘，再来是第四个叫真上缘哦。真上缘是上述三种缘以外，其他各种有助于或无碍于事物发生的条件哦。佛教对于真上缘的观点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过物、对别的事过物呢，都有真上缘。除了这个无为法之外，不然都一切呢这些有为都是有真上缘。但真上缘却不对自身产生作用，像这个杯子会往下掉，重力是其中的因素，强拉着这个杯子往下坠落，就可以视为是真上缘。那如果是在太空啊，没有这个重力啊，那杯子就不会往下掉啊，那当然就不会去碰撞到地板了，所以是这个重力。是它的真上助长，助长真上缘，
这有这个四种缘，然后这我们世间的一切事物，在这个有为法里面呢，都有这个四种缘。那么六种因呢？六种因呢，就是可看作是对事缘的解释过程而得来的哦。它就有这个能作因呐、啊，是一切一个事过物生成，任何不阻碍此事物的因素，都可以看作是能作因。那么第二种呢，具有因，是一个事过物的生成，往往不仅只有一个因素使其生成，而是有多种因素条件共同作用使其生成，这些因素条件互为共有因，然后就是凡事不没有说只是单一因素了吼，有时候都会有很多种因素聚集，就是那么多的一个恰巧，那么多的一个恰巧组合而成，就事情就发生了。哦，只是或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主因呐，哈，主因，那旁边呢是这个旁因，哦，但是它都有很多的一个因素聚合而成，就产生出来了。哦，同类因，那相同的观念属性的因，它的一个归类又称为自分因呐、啊，自重因呐、啊，那相应因呢，是心里一种认识升起发生时，另一种心识也升起，相互联系哦，像相应因。片行因呢，是让我们产生种种烦恼的各类因素哦，各类因素叫片行因。易俗因又称果报因，是能导致各种苦乐果报的各种善恶业因，有这六种六因。那因虽多种，可分为因果同时的因跟因果意识的因。这因果同时的因呢，为空间因，诸法的相依相托。那么因果意识的因是时间因，指诸法的相续即起。六因当中具有因相应因，是同时因。那么因类同类因、片行因、易熟因是易识因，能作因是兼这个同时跟易识，这是六种因的一个分别分类。那么果呢，果报呢，五种果，易熟果又称为报果，是易熟因所招感的果报哈，此果与因既不同时，又非相随，性质不一样。哦，等流果呢，又称依果、习果，是同类和片行二因所生的果。果是因名等，果从因生名流，后起的果和前因在性质上相似，称为等流果。施用果。这个施用就是人的造作，人的作用叫施用，就人使用工具造作各类的事情所得的结果叫做施用果。增上果是依能作因的增上力所得的结果。离系果呢，系是指烦恼的系缚，离开一切烦恼的系缚称为离系。透过修习佛教，断绝一切烦恼，超脱生死轮回，称为离系果，也就是涅槃寂静了吼。这个果有这五种果吼，这是这个俱舍论哦里面提到的五果中离系果属于无为果，涅槃寂静嘛。那其他四果均属于有为果。那么这种因果论的中心问题是阐明两种相反的人生趋向，然后。就作恶业而引起不断的流转，叫生死轮回。那如果是做善业，离系果嘛，哦，就趋向于幻灭，就归于涅槃，哦，就把我们的修行的因缘果，它作为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解释，然后要总结这个俱舍论的一个价值，哈，第一个它就是打破阿毗达摩是佛说的权威了。因为世亲本身呐、啊，他是出生在这个大都会，这个西
亚、中亚交会的一个犍陀罗哈大都会，甚至可以到达非洲、埃及、欧亚非，它的一个交通要冲的一个大都会，所以它就比较这个活泼、心胸的一个态度了哈。那在大都会啊，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个外来的讯息呀、啊，他自然对这个外来的讯息呢，比较能够接受，哦，不同的思想，而且那时候也是精酿部的思想抬头的时候，所以这个在那时候就有精酿部呢，这个有释利罗多他写的《精部的比薄沙》，这个由于精部的精酿部思想日盛啊。他就相对的哦，相对的就显出有部的这个保守的弱点。什么样的弱点呢？就是这个北印度啊，加斯弥罗这个地方的比薄沙论师，他们以自己为正宗啊。这个加斯弥罗这个地方的比薄沙论师呢，他们以自己为正宗，独尊大比薄沙论。那么他们以自己所说的这个阿毗达摩呢，是佛所说的这个全约性呢，是不容有异议的，不能有这个不同的说法的哈，怀疑的哈，这表示佛法的真义呢，是属于迦斯弥罗这个地方的。同时，他们也为了确保这个大比波沙论这个阿毗达摩大比波沙论的这个教义的权威啊。甚至呢，不允许这个熟悉比薄沙文义的人呢的这些论师外流到外面去传播。这种封闭狭隘的思想呢，它自然而然呢就局限了这个阿毗达摩重理性、重思考的精神了。那世亲他撇除了思想上的束缚呢？即一大以小圣有部的大臣，他写的这个俱舍论。那第二个呢，就是发挥的自由思考的自学精神。世亲本人呢，这确实是本着独立判断的精神来从事这个俱舍论的论述。所以俱舍论对世亲个人自学的历程呢，以及对印度佛教思想史是极为重要的哦，他打破了这个阿毗达摩是佛所说这样的一种权威啊，哦，这样的一种权威，那只限呢迦斯弥罗这个地方的这个比薄沙论师所讲的为正义为正宗这样的一种权威性呢，这个世亲呢可以说是把这样的一种权威啊，哦，把它呢打破哦。论破就是呢，其他论点的这个好的要义啊，我们也应该给予采取啊，哦，而不是独尊你大比薄沙论一论而已哦。这是这个世亲呢，他因为在这个犍陀罗这个大都会里面，他自然而然呢就形成了他这样的一种自由思考的自学精神。那么也因为有他这样的一种自由思考的自学精神，他才能进一步接受大乘的思想，哦，进一步接受大乘的思想。如果他也跟这个迦斯弥罗这个地方的论师一样，以自己这个地方的这个比薄沙论大比薄沙论为正宗为要义的话，这样的一种狭隘的心胸跟见解，这个他就很难了，啊。这个在中年的时候啊，这个接受大乘的思想啊，哦，所以都是跟着他的一个性情，他的一个心胸，他的一个见识有相关联啊，哦，就一个比较能够接受这个外来思想的，比较能够接受别人的优点的这样的一种气度跟师兄思想，他自然能够，他就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个外来新的好的这样的观点，然后那因为世亲有这样的一种条件，
他能够在这个中年啊，我们说这个中年啊，就已经差不多应该是都是固定的定型了。但是呢，世亲呢，他反而还能够在这个中年的时候能够接受大乘的思想，主要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一种自由思考的一种自觉精神使然。然后那么世亲改宗大乘之后，可以说是佛陀龙树以来啊，佛教在印度的第三个盛世啊，千部论师啊，世亲可以说在印度佛教具有举足轻重的这个地位啊。那么世亲呢，他虽然做了结集的这个小圣论部的这个大臣，写的大集大臣呢，写的这个俱舍论，但是等到他改宗这个大乘之后啊，他又针对了这个五浊的这个大乘阿毗达摩集论，扩充把这个五位七十五法扩充为五位白法，形成了大乘白法明能论之后，他反而很少提到这个俱舍的主要思想。这个俱舍论呢，他也随着这个世亲的唯识思想兴衰而兴衰，不管是在印度也好，或来到中国也好，都随着这个唯识的这个兴衰而兴衰。到了中国，这个唐朝唯识宗这个衰微之后啊，这个大家也跟着比较少研究俱舍论了。那么到了这个宋元明清啊，可以说是很少人在研究俱舍论了。一直到民国初年呢，先有这个杨仁山，后来有这个太虚大师在佛学院呢开这个俱舍论的课程之后啊，俱舍论呢才又受到这个重视，才又受到重视。那么这是对于俱舍论的一个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介绍了。那可以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这个南北朝啊，这个学派的一个讲解可以说是告一个段落了，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接着呢就来讲这个北周武帝的第二次回鹘，第一次叫北魏太武帝的回鹘，那么第二次呢是这个北周武帝的一个回鹘，可以说是对佛教呢都有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两次回鹘呢的影响佛教甚为深远。那最大的的一个明显呢，就是末法思想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接着就要跟大家来说明这个末法思想。那在这讲解这个末法思想之前呢，先跟厘清这个法难啊、法灭啊、灭法或末法这几个概念，然后这几个概念，这样呢，先把它厘清之后，才比较后面讲述会比较清楚了。不然的话，这个末法思想它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然后每一个人呢，佛教大师每一个人的说法呢，都有很微细的差别，都有微细的差别。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呢，先把它做一个厘清。然后首先就是这个佛法难，它的用力呢，在这个佛教经典很常见，然后很常见。那这个通常指的是说佛法是主语，就是佛陀的教法。难呢，就是形容词，表示困难、艰难，就是推行佛法呢遇到了这个困难，遇到了这个艰难，叫佛法难。那法难呢，它的这个难呢，是指这个名词性的灾难或劫难的用语。这样的用语呢，特别是指这个现代学者的这个日本学者比较常在用，也是日本学者他们的一个指称。然后就像是八大宗派，禅宗啊、天台宗啊、华严宗、净土宗，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文献里面，他们都不叫做宗，乃至于这个串宗者六祖
慧能，他也没有说他是一个禅宗者，我天台智者大师也没有说他是要创立这个天台宗，哦，或者是这个杜顺啊、法藏大师，他们并没有说都要创立这个华严宗。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这个有这个八大宗派，其实是学日本的，学日本的，把日本的观念引进来，往上推啊，往上推。因为日本这个佛法在遣唐，这个唐朝的时候，日本有遣唐使啊，或者是遣宋朝的时候遣宋使，派这个出家人来唐朝时候学习，过这个宋朝时候来到中国来学习。那么这些日本出家人学习完之后回到日本啊，那么他们在日本就成为一个宗派，成为一个宗派，哦，所以在日本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八种宗派这样的一个称法。那我们现代日本学者呢，我们这个民国时候啊，这个有很多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就把日本的那一套说法带到中国来，然后我们往前推，往古代来推，就称为这个禅宗、净土宗、律宗，或是华严宗、天台宗，这些都是现代的说法往前追溯的，往前追溯的。那么这个法难这个名词也是一样，跟这个宗派的名词一样，都是日本学者呢他们的一个称法，他们的说法。那么中国人到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也是往前推这样的一种说法的，是指称这个佛教受到世俗权力或者异教徒的打压，造成佛法遭受灾难事件的一个特定称谓，叫法难。在日本佛教史上曾有多次法难的发生，如日莲宗，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个日莲祖师啊，一生就遭到4次的法难。那么所以日本学者啊，也将中国历史上佛教所遭遇的迫害也称为法难，这是可能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词汇了，跟宗派一样，什么宗什么宗都是源自于这个日本的一个语词。那么在我们中国佛教文献里面很少看到法难一词，很少看到法难这两个字。那即使是魏书释老子在说这个北魏太武帝的这个毁佛灭佛的时候啊，他也指称说佛法之灭，佛法之灭。那么在虚高僧传里面呢，多用这个北周武帝的灭法，或武帝灭法、周灭法这样的语词，大概有15笔，是在指称呢北周武帝的这个灭佛。那么灵玉大师也有遭遇到北周武帝的灭佛呢，他写的这个灭法记，灭法记。那虽然这一本灭法记已经亡佚了，但是从这个书名啊，跟灵玉大师遭遇北周武帝的这个毁佛啊，可以推论推测，也是在讲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啊。所以在这个虚高僧传里面，他就有记载说，是灵玉又迎诸福业，是与灵仪啊，就是灵泉寺，灵泉寺后于宝山造这个石龛一所，就是开凿这个大住圣窟，大住圣窟名为金刚心力住持那罗延窟，面别具法灭之相。他也是用这个法灭，在这个续高僧传里面就有6笔，所以这个法灭灭法应该才是中国佛教对所谓法难的称呼啦。法难这是日本的说法，日本的用语。那我们中国早期的文献呢，在这个续高僧传里面呢，这个魏书释老子里面，它指称的是法灭或灭法这样的称呼，是中国佛教的一种说法。
那所谓末法，哦，是因佛教内部这个二比丘的堕落，加上世俗王权对佛教的一个打压破坏，造成佛教渐趋衰微，甚至发生法灭的结局。那么这个法灭描述释迦佛法最终归宿的一种状态，这个叫末法。但虽然是趋向于衰微，在这个末法时期呢，它还是有经典，还是有经典的。那么末法之后，末法之后才归于无佛法，无佛法的一个时段。那无佛法的时候是连一本经典都没有的，叫无佛法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末法这个语词呢，跟它的概念呢，就后来的这些佛学家就有很多的维系的差异，就有很多维系的差异。有的是指称这个末法呢是这个佛法衰微的时期，那佛法虽然是衰微，它还是存在着，它还是有少量的经典的。那有的呢佛学者是末法，他认为是没有佛典的，所以他还是有一些些维系啦，维系的一个差异，维系的一个差异，所以都要很有时候很难去辨别啦，因为毕竟文献资料也蛮多的，每一个佛学者的说法也有些维系的差异啦，所以很难去，除非做一个专门啊，专门的论文讲述，不然的话也不容易分辨，也不容易讲得清楚。那要做专门的论文论述也不好做，也不好做，因为就牵涉到这个印度跟这个中国乃至于这个其他地区，所以说实在的这个题目也很广又很细，不容易分辨，不容易分辨。那只能依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就只依这个中国的这个文献来做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排序，然后来厘清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正法、相法、末法三时背景下的这个末法，则是法灭来临前的一个时段，它毕竟还有少量的这个佛经流传，少量的这个佛经流传，一直要到这个法灭之后无佛法之的时候，是连一部经都没有，法灭的时候，所以它还是有这个差异的。如果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话，就是说正法、相法、末法，还有这个无佛法，无佛法这样的四个阶段，四个阶段。那依照这个佛经所说的，要等到这个下一次这弥勒菩萨再来，才又重新这个有佛法出现，那又要经过好几十亿万年之后了。那这是这个佛法正法、相法、末法跟无佛法的一个分别的一个说明，然后，所以在佛教看来，佛法心灭啊，自有这个成住坏空的定律了。吼，世间所有一切都是这个成住坏空了，成住坏灭。即使是佛法也是如此。吼，它跟君王灭佛、灭不灭佛呢，并没有相关联了。吼，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这个它的一个成住坏空。那正法、相法、末法三时，认为说末法万年这个阶段结束后，才是没有佛法跟经相的无佛法时代。要等到未来佛弥勒菩萨降世，佛教才会重新在弥勒佛出世之前的漫长岁月呢。这个印度佛教认为没有经本可传，或者说印度佛教认为说那时候就不该再有经本存世，一直要等到弥勒
菩萨再来才又有佛法出现。而印度佛教原本只有正法相法两个时期的这个法灭思想，在原始经典并未见有正法相法末法三时段的这个思想。在这个释阿含啊还有五部尼科耶时代啊，只有正法灭相法出的这样的意识，对末法的概念呢并不明显，并不明显。那么中国最早具有法灭思想的经典很早，可以说是这个东汉末年啊，支流嘉称翻译佛典的时候，在翻译这个波州三昧经受决品里面，就西元179年就有提到说佛尼涅槃后乱世中佛法欲灭的一个情景，然后就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乱世的时候佛经且欲断食，诸比丘不复承用佛教，然后乱世时国国相伐。这是这个支流嘉称的波州三昧经里面有提到的一种这个世界动乱，所以说是世界动乱，然后甚至连这个出家人都不好要佛法了。当然在西晋的诸法赋西元300年的时候的这个贤劫经文持品里面，首先出现正法相法这样的说法，他就说正法得立至500岁，相法亦尔，正法500年，相法500年，在这个诸法赋的贤劫经里面就有提到。那么在这个姚秦时代啊，西元398年诸佛念的出要经提到说，佛之正法千岁后灭尽，就有七种慧行显示于世。他经里面就有提到，他说正法欲灭尽时，有七慧行显布于世。哦，这七件事情。哦，那么哪七件事情呢？第一则就是人百岁持戒，弹指之请为恶之至所坏。哦，第二个呢，就是九行持心，弹指之请为嗔恚所坏。第三呢，这薄见威仪，不随其教，就不重威仪了。哦，第四就互相是非，争于胜负，就意气用事，大家都只是在争论，而没有这个实修。五者呢，国臣村落斗乱彼此，传东至西，就是就彼此之间，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战争啊。第六呢，是贪着利养，遂致疫病，就产生了瘟疫啦。七者呢，从凡夫至罗汉，皆被毁路而取灭度。哦，就是即使证得阿罗汉果呢，也照样呢被毁路了。哦，这是这个诸佛念他翻译的，就有这个佛法将要灭的时候，有产生的七种现象。哦，那么从以上经典所用的语词，分别是正法相法或者是法尽之相的这样的概念，并没有提到末法，并没有提到末法。但虽然没有提到末法，却有看到法灭的这种危机思想。危机思想，根据日本学者然后云井昭善他所写的这个末法思想的书文章里面有提到说，所谓末世概念的语词啊，并未出现在早期的经律，就是释阿含啊这些早期的经典跟戒律里面，一直到这个大乘经典出现后，才以各种的语词问世的。意思就是说，早期的这些阿含啊部派的经典比较少提到这样的一种末法末世的概念，反而是大乘经典比较多用，比较多用。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就是这个最早有提到这个末法的说法是鸠摩罗什翻译这个《法华经》的。
首先出现末法的语词啊，在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法华经》里面有提到说，如来灭后于末法中欲说是经，应住安乐行。但是主法副的正法华经里面并没有末法这样的语词，并没有末法这样的语词，是鸠摩罗什这个首先在这个翻译法华经的时候就首先用了这个末法的语词。那同样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思维列要法的观佛三昧法里面也有提到末法，说经说妙法，云何可不自心专念耶？又作念言，身在末法，末法垂已欲灭。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出现末法的这个第二部经，这个思维列要法也有提到末法。那么是鸠摩罗什的得意翻译助手申瑞在这个大品经序里面称赞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啊，就有如呢这个紫元时期啊，佛陀在印度紫元金色讲经说法一样，哦，说为宾留紫元之化，就是这个长安呐，哦，长安为宾，就是长安这个地带留紫元之化，紫元就是佛陀在印度紫元金色宣扬教法。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在长安啊翻译佛典啊，这个盛况啊就好比佛陀在印度紫元金色弘扬佛法一样，悉明起如来之心啊，逍遥即得意之身啊，就悉明是啊这个起如来之心。那么逍遥远翻译佛典啊，在逍遥远呢这个号称啊，号称有3000个出家人呢，来共同参与翻译经典啊。就是逍遥远，即得意之身啊，精诚亦道勇之音呐、啊，就长安精诚这个翻译的盛况啊。那翻译的时候呢，也要讲经呐、啊，讲学啊，末法中心呐、啊，将使夫此夫，就是称赞。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经典的这个盛况啊，犹如这个末法中心呐、啊。那等于说，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尤其是《法华经》，就有提到这个末法，而给鸠摩罗什的这个翻译得力助手申瑞，也有提到说。这个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经典有如末法中心，这有三样都跟鸠摩罗什相关联。而在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譬喻品、受记品、500弟子受记品、学无学人受记品，还有常不清菩萨品，都有正法相法的描述。这个可见啊，鸠摩罗什的翻译经典的时候啊，正法、相法、末法就已经出现在这个鸠摩罗什的翻译经典语词里面了。那同样在这个南岳慧师，南岳慧师，南岳慧师呢，他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文献呐，哦，南岳慧师。可以说我们现在文献找到最早这个正法、相法、末法30方式的一个转的这个说法者是南岳慧，这个南岳慧师，北起的南岳慧师，他写的这个南岳师大禅师立誓愿文里面就提到这个正法、相法、末法这个3个时期。而我们知道这个南岳慧师啊，他是修这个法华三昧的，法华三昧的，他也诵了这个法华经数年间啊，专诵法华经啊，累积1000遍，而于禅修之中呢，悟得法华三昧，他也住了这个法华经安乐行仪啊，而跟着他学习的智者大师啊，在这个大苏山
一直会师修行啊，也在这个诵法华经的时候啊，悟得法华三昧的前方便。那么在智者大师的这个摩指观中，将法华三昧列为四种三昧之半行半坐三昧之中啊。所以南岳慧师跟智者大师两个人皆依法华经而悟法华三昧啊。从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感觉的说，这个末法一词的概念呢、啊，可能跟鸠摩罗什翻译所引用的语词有关联、啊、那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少人去注意到的、啊、比较少人把这几个文献把它都在一块去思考，就是说末法思想。最早不是末法思想、啊、就是末法这个词汇、啊、最早出现是在这个鸠摩罗什翻译《法华经》的，而在这个同样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思维则法经，这个也有这个末法的这样的一种语词。那么给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得力助手深瑞，他也在这个大品经序里面讲述说，鸠摩罗什在长安翻译经典的盛况犹如末法中心。那后来的这个末法思想的文献资料，最早出现的这个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是这个南岳慧师的这个南岳师大禅师日语寺院文里面是最早文献出现的。那南岳慧师又是修专诵法华经、修法华三昧的，那么他的徒弟智者大师也是在诵法华经的时候得到这个法华三昧的这个前方便。从这几个人的这些文件资料，我们师父可以了解到说跟法华经有关联，跟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法华经有关联。因为这个西晋的这个竺法富翻译的正法华经、啊、没有末法这个语词，没有末法这个语词，是鸠摩罗什呢翻译的这个法华经呢才有这个末法这样的一种语词、啊、那么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法华经呢，可以说是流通的版本最广的，就可见应该慧师也好，智者大师也好，他们所诵的这个法华经的版本、啊、应该是属于鸠摩罗什的版本、啊、鸠摩罗什的版本都有这个法末法相关联。所以呢，就从这里呢，我们师父可以嗅到这个末法这样的一种观念，跟鸠摩罗什的翻译似乎有相关联性，似乎有相关联性。那这一点呢，这个学者研究呢，比较少人去注意到，那这些呢都仰赖这个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做这方面的去深入了解。那么回到鸠摩罗什之后，在这个北齐的这个末年，就西元566年呢，那年提里耶舍在这个叶城翻译的《大方等大集经》的这个月藏分，《大方等大集经》之前呢，这个唐木称也有翻，那可能这一本经可能蛮多品的，哦，所以这个唐木称所翻的是不同的一个品的一个翻译出来而已。那么到了这个北齐末年，就是那年提离耶舍的这个大方等大集经呢，他就把他这个月藏分
把它翻译出来，翻译出来。那么在这个《乐藏分》里面的不言菩提品，他就有提到说，于我灭后五百年中，诸比丘等由于我法解脱坚固，次五百年我之正法常定，三昧得住坚固，次五百年读诵多闻得住坚固，次五百年于我法中多造塔寺得住坚固，那么次五百年于我法中斗争严嵩白法隐没损减坚固，提出了佛灭后有五个五百年的说法，五个五百年的说法。那么在这个《乐藏分》里面的这个法灭尽品呢，他就有提到说，正法五百年，相法住世现满一千年，就有所谓的正法五百年，相法千年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那年提利耶舍啊翻译的这个《大方等大集经》的《乐藏分》啊，《乐藏分》啊，可以说是这个末法思想呢比较有明确的一个经典出现了哈。所以在这后来的这个灵玉法师啊，灵玉法师就依据呢他的这个开凿的这个大住圣窟里面，在这个大住圣窟的外面就有刻这个那年提利耶舍的这个大方等大集经的乐藏分的刻经啊，乐藏分的刻经，还有这个两位这个那罗延啊迦赞延的这个护法神啊，都是可以说是跟这个大方等大集经的乐藏分有相关联性，然后有相关联性。那也正因为有这个那年提离耶舍翻译的这个大方等大集经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末法意识的一个呈现，到了这个南岳慧师啊，他就把它兜起来，就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的一个说辞的这样的一种说辞。虽然南岳慧师不是末法思想的一个最早说法者，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思想把它呢呈现出来的文献，我们现在所能够找到的文献却是以这个南岳慧师的这个誓愿文为最早的，为最早的。那么也在这个时期末法思想真正演变为一种时代观或者危机意识且有组织体系，则属中国佛教到了六世纪才创造出来的新理论，新理论。所以这个末法思想是可以说呢，我们如果讲的比较细的话，就是来到中国，来到中国，在这个六世纪的时候呢，才出来的一种新理论。但这时候还没有发生北周武帝，还没有，还没有发生北周武帝的毁佛啦，可以说等于说，这个佛法经过了北魏太武帝的七年毁佛啊，对佛教徒可以说造成了蛮大的打击啦。那当然后来接续的儒释道的这个争执啊，都无非给了中国佛教啊的这个危机意识啊，危机意识。所以等到这个大方等大集经翻译出来之后啊，那又有这个南岳慧师的这个立誓愿文提出了正法相法末法三时的这个说法之后啊，这个末法思想所以成为一个时代观跟危机意识，这是有这样的一种历史脉络的一个发展，历史脉络的一个发展。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末法思想有时候呢
也有时候没有把它分辨得清楚的话，就变成是一种很模糊的概念啊，很模糊的概念。我们都说啊，这是末法思想的一个呈现，但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末法思想，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历史轨迹、历史脉络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成，就比较少人去注意到这个地方啊，把它分辨得清楚。那我们在因为在讲到这个学派的这个最后结束啊，要进入到这个隋唐的宗派的时候啊，我们也必须对这个末法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现象做一个说明，然后做一个说明。那么有把它厘清了说明之后，我们才能有办法，才能步入讲解这个隋唐的这个宗派佛教。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末法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个脉络轨迹呢，把它用时间的顺序做一个排序，然后方便大家理解，然后方便大家理解。那也同时在这个排序过程中发现说，都跟这个鸠摩罗什翻译《法华经》有关联，然后有关联，这好像是大家比较少去注意的，比较少去注意的。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讲解到这里，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